大恐龙，拜托，大恐龙，大恐龙！我想要选金字塔，理论上最强的是戴瑞啊，可是我可能知道一些金字塔秘密，所以我金字塔跟尤多拉差不多强之类的。所以如果他拿那个二三鱼的话，我们会平手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如果不放二三也会赢。你还真行啊！有点憨啦、啊、这样有点憨，这样没有压能力。占八块嘛，然后压能力七块，一闪然后买两张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好强哦！慢慢。所以选择是买这个，或是卖这个，拿剩下这三张其中一张压能力。现在还有两队胚，其实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状况了。省力，你还真行啊！我
只有一张金卡。他也强五了，我喜欢你的态度。我现在攻击力值非常不够，我有两队配这一点其实很不错。只有我在玩鱼哦。他死了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在。我的迎面比你大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利用一个斩下。他可能应该往中间、往前面摆一点哦。如果这摆，因为其实这里有可能会掉巴嘎咕出来。如果加起来没有三攻的话，会超悲剧。赞赞，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有点需要同虚，可能差不多该升级了，下一轮吧。还有一骰啊，其实，OK， 等下绝对要升星啊，需要赌，这会有点痛。再遇到他一次，我蛮有可能会死的。你回来了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应该还是先把血量高的上毒。他还没死，所以还有四个玩家，换我打死人。你还真这是正确的战术。哇，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，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哇，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
你要抓吧，然后死杀了。拜托，给个大恐龙啦！三合一。大恐龙，拜托，大恐龙，大恐龙！收割可以防他有红袍的，他就三合一张牌了，所以他龙兽孤兰都三合一了，他红袍几率非常非常高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Oh my god！ 红痛十滴，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，这是正确。变大其实好像有用。发现鱼，Oh my god， 这可以三合一。干！感觉死了，哎，六十几趴，两个红袍。可以，应该还是死。没有大恐龙也只能第二名。我们六星卡都没有集中任何想集中的东西，我们六星卡有两张可以集中，可以集中末日聚合体，也可以集中大恐龙，不过都没有拿到、哦、有拿到的话搞不好还有一点机会啦，正赞。